陈冠希香港跑42公里马拉松，妄想当陕南席迪。陈冠希昨个儿在香港参加公益马拉松大赛，花了3小时又55分，又用46秒跑完42公里，顺利为慈善基金会筹到100万港币。哟，冠希可认真啦！开跑前45分钟，他就到场热身。他拉记陈建飞也在旁边加油加油。不过艾迪森难得现身香港公开活动，还记得2008年爆发影照事件后他说过这一句话， I will be away from Hong Kong Entertainment indefinitely。 也是啦，所以就跑来台湾出片兼开潮店啦。我叫做陈冠希，和你一样我有苦苦和压力，也许我要放弃每次人飞机，我还怕你也会飞，我假装笑嘻嘻假装日子一样。他在台湾爽爽赚，但营造事件至今4年来，吼，还是学不乖，照样勾搭小明星高中妹，香港人气又更低迷啦。这一次认真参加慈善马拉松，不知道是不是想借此拉抬人气，哪天可以重返香港娱乐圈哦。我是4个钟头来跑到的，我四个钟头来的，不是过的人，第一下是过过了个，过了个，你失失望？我希望你更快啦。有没有啲好嘢讲嘅？不如冇，有冇好嘢讲？都有嘅，有冇讲啲好嘢啦？有冇人留意咧？啲报道咧就即系形容你咧今次参加呢个跑步赛咧，就系话你系洗底。你想讲咩讲咩啦，冇所谓嘅。我冇谂住今次去做任何嘢，我系真系谂住去做慈善咯。我洗咩底咧？有咩底要洗咧？